我们住在这个民宿，还挺好看的，我觉得。哎，又见面了！我现在在洛阳的栾川县，位于老君山。想带你从吵闹的安宁，想带你从多云的城市。幼儿园现在下雨了，然后我的头被淋湿了，好看呀！上专业打伞，我们现在在雨中漫步。虽然今天下雨了，没有就是爬山呀，有过多的行程，但是也算是一种经历吧。下雨了，所以我们要穿上雨衣。外面依旧下得很大很大很大。再看一下。灭了。是化妆吗？化妆吗？哪里？或者在寺庙？哪里？爬山的路口。爬山的必须地点叫。我说怎么又讲爬山？不，爬上改号，他几口给你一脸倒贴了。太热了，我说一下啥太阳看不了了，情侣雨衣穿啥的。Hello 那边，但是。什么是舍身崖呢？可能是冒着生命危险的崖吧。青苔多漂亮，青苔。
处处有风景，只要你有心里有美。Fuego, fuego, and you know I need ya. Not luego, girl, right now I need to see ya. Go upstairs and we can drink some that sangria. Yeah. 好冷，一九下二雨。每次上到就是一小半的时候，总有我所到想诱惑我们，但是我们选择了继续上，我们选择了不行上。就快要到终点了，我们啥也看不清楚了。哦，冲啊！我们这个就是一条路线，就是从这儿too hot just like the middle of the summer and I really wanna see you when you cover Hello 大家好，现在是我们的行程第二天，我们来到了洛阳的洛邑古城。太黑了，我把我弟的兔耳朵给抢过来了，是不是亮了很多？耶、yeah ！现在已经是北京时间9:48，我们可以看到人流量已经变得很少了，所以我们要在回去的路上。洛阳。这个就问什么？拜拜。